拼接、组装、临摹，太多了。黑莓特严重，可能这一毛病得调一天半天的。追溯时间最神秘的修复师，越没兴趣，这活儿越赚不了。一双巧手，让沉寂百年的稀世珍宝重新复苏。这部分实际上是可逆的。揭秘世界顶级文物的原始面貌，能够做好一个复制品，基本上能入这行的。呈现小人物最不平凡的匠人精神。未来娱乐台，我在故宫修文物。